大家看，这一盆微型睡莲已经开出第一朵花来喽！我早上来的时候它还没有开，那个花瓣还是包着的，可能现在这个太阳晒过来了，它就展开来了。它开放的第一时间我就拍给你们看喽，是不是很鲜很漂亮？反正我是很喜欢。这一盆大油芹又开了很多花哦，这一这个枝条上面这么多花蕾已经开了一朵，还有这一边，哇，很多都快开败了，现在就把它们给剪了。漂亮吧？这个亚柏的花也有很多开败了，现在把它给剪喽。